对不对？我跟刷子没有吧？把它剪开，大众啊，哦，那就拿起来，剪断了，那大众一半要剪开，一边剪就是大指，另外一只大指剪的地方哈，要给它剪开破开来，也拿来破开啊。那破开来以后呢，我们给它拉一拉皮。哦，然后给它卷一卷，豆瓣哦，这就花了，这就是花，哎，要粘，不用，看懂没有？看懂没有？我看懂了，然后这样卷起来，然后把这个红的套在里面。